要开始正式动工了。Yeah. JKT 我们可以的，我们可以的 ，OK， 可以的。现在是归零。哎，我觉得你这样会搞出来。好，大家，现在我要开始讲这个章鱼粉的面胶。面胶。你们竟然把那个撕掉了！可是我们就是没有章鱼。啊啊！章鱼，各位，这个才是章鱼烧的章鱼。章鱼长这个样子。这个是章鱼，这个是透抽。好，所以不是我的问题，不是我的问题。是因为真的很像。快速吗？一片吗？ OK， 现在要开始做这个章鱼烧，好可爱哦！这个很吸，一起好了。所以，你就试试看吧。这要很有技巧。我不会转，我没有用过这个。好了，吧。哎，我的酱你做了吗？再做啊！凭感觉是不是？所以我们现在要放什么？高丽菜。对，就是把料应该都放进去就好了。太吃了，糟糕。OK， 做到不行。快放！哇，好香啊！超香的，可以转了。可以。哈哈哈！最后一点，太难做了。很豪迈的抓一把。哇，先喝。哇，我希望我的酱都是对。就算你想放弃也可以。觉得好像有点，这好完美哦，这应该是我弄的。好，那我现在就是搬上台面哦。哇！哎，我刚才真的以为我们会做成一个饼，有点特别。为什么这样？有点像糖果。这是照烧酱。照。这是 Karen 版本的。第二个版本吗？我现在是来一个真的是台式的。刚才那是什么？刚才是美式蚵仔煎。闻到它香的味道了。比如说刚才第一盘，我是没有闻到香的味道。不要笑。哎呦，还不错。你要取个名，有一种什么 feel？有一种，至少它没有糊好吗？第二个版本，我要来加一个 sauce， 这样，哎，对了，就是这样，真的不错，可以，我对这个比较有感觉，先吃，怎么样？